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个欢迎大家参加和邓集团今天晚上的线上活动。我是思德，今晚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新加坡房地产的一些变动，而且我会涵盖一些像私宅呀，是如果是租房子的话，甚至是主屋方面，到底他们有什么新的动态。然后我接下来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说接下来下半年2020下半年，甚至到2023年房地产市场应该会是怎么样一个情况首先就说一说我自己吧，我是在和邓集团负责研究的市场研究，所以我在这方面有超过了15年已经快要到20年的经验了，所以在这方面，如果你有看报章的话，或者甚至看电视方面，都会看到我有时都会在那个电视上或者报章上会发表一些我对房地产的一些分析和一些见解。那如果你想获知更多房地产方面的一些讯息的话，不需要等到我每个季度来做一次的分享。我们在每个月我们都会发布一些报告，然后每个季度当然也会发一些报告，有些会是以中英方式的报告，比如说私宅方面和主屋方面，还有豪宅方面的报告，我们将以两种语言来呈现这个报告，让就是观众就是大家读者都能看得比较多。现在另外一个的话，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有现在一个活动，就是说，如果你登录这个网站的话，这个 propertywatch.huddensgroup.com，你如果在那里看那个视频，那个或者是看一个图案，然后你猜对那个项目是什么的话，那个私宅项目是哪一个的话，你就有可能有机会赢得500元的现金或者是奖品。当然，我们是以每第20个答对的那个参加者来决定是谁获得这个奖金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登录这个网站，然后填写你的那个答案。接下来下个星期三的话，和邓会有另外一个活动。这活动我们是以和邓集团里面比较著名的，在业界很著名的那些领导，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所以，如果你是想步入这一行的话，或者你现在已经在这一行，可能不在和邓集团的话，在其他的中介行，你不妨过来听听所以这个是完全是免费的，而且你只需要听，你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之类。然后接下来在9月份，我们会有另外一个活动。就是也是一系列的大家一起能做一些分享，做一些交流，一些这样的活动。这个将会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场合，不会是在像办公室这样，因为我们会去到一个能一起放松，然后又可以听歌，又可以喝饮料的地方，就会在说。所以有兴趣参加的中介的话可以跟任何一个和登中介了解详情。然后我们也在很多社交平台上都有账号，比如知乎、小红书、微博然后还有之类的，微信也有，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扫描一下这些二维码，然后登录。不然的话，你也可以到不一样的那些这个社交媒体的话，它的平台上就是搜寻和邓集团或者 Huddens Group。你就能找到我们的那个页面了，然后就会跟循我们，然后我们每次都会发新的信息的话，你就可以收到。另外一个要和大家一起做一些小小的分享是，和邓集团也为我们的环境尽一份小小的力量，就是说我们承诺在1年内筹得那个15万元新币的那个资金来种500棵树，这个是为了让新加坡的环境更绿化，而且这些树的话
能比较缓和这个气候变化起一定的作用。所以对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要做这个小小的一个贡献。所以有兴趣来参与这个活动的话，可以向何真的中介了解你如何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今天的线上的那个分享会的话很多的这些资料都是来自官方方面的，就可以是市区重建局或者是建筑发展局，所以从那里的话我们就分析了他们的那些资料，然后得出一些结论，然后以我们了解市场上发生的一些点点滴滴来和大家把全部凑合起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所以如果之后你有任何问题的话，在这个我分享完了之后，你可以在那个 Q&A 那边输入你的问题我会尽我的最大能力来解答。之前我在五月份也做过一次这样一个分享会，这个是在第一个之前的时候是第一季度嘛，所以那时候我预测了说第二季度那个价格将继续的上涨，而且那个未售出的单位也会上升。另外一个是那时候已经是五月了，当然新加坡对于整个对外边境都已经开放，那时候我也有提到说外国买家会回来新加坡市场，然后来这里吸金，然后会不会这些发生了呢？然后再谈到一些主屋的情况。主屋就是在新加坡的话就像公房，就是政府建的那个经济套房嘛，所以就是在这里就是高达78%的新加坡人都住在政府主屋。然后我们也提到说，因为现在政府主屋方面有越来越多主屋突破了100万元的那个大关，所以我们那时也预测说会越来越多非成熟主屋区将会有这样的交易形成。然后现在我们接下来就再看一下第二季度，我那时候我分享预测的这些东西有没有实现。现在看一看第二季度市宅的一些情况，我们先从销售开始，然后我们再谈一下价格。首先我们一定看的是那个期房的那个销售量，然后再整体的价格，然后我们当然也会谈到现房的一些情况。第一，我们看到这里的话这个是这个表这个图这里的话是那个期房的那个销售量跟一些推出的那个单位，那个橙色方面的那个的话就是推出的单位，那个深蓝色的话就是销售量。所以在第二季度我们与第一季度对比的话，其实交易量上升了超过 30%， 而且如果我们要跟之前我们有降温措施的时候来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在2018年我们在七月份的时候就政府推出了那个新一轮的降温措施，那时候市场的话就变得比较静一些，你可以看得出你的那个交易量比较低，而且是持续了两个季度在这里。这里就是蓝色比较低的，虽然你推出的单位有明显的回弹，可是交易量是没有上升的。可是在这一次的时候，我们在2021年12月份的时候，政府出台了新一轮的降温措施嘛，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季度当然就受了一些影响，就是开发商就没推出这么多的那个项目了，所以那个交易量就没有这么的活跃，而且我们就是下滑了大概这里30%多嘛，然后来到这里的时候就反弹了，因为在这一块方面，第二季度的时候，开发商就推出了很多项目，很多单位来供买家来那个购买，所以这个导致整个交易量给上升了。而且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推出的这个单位已经回复到将近降温措施的时候的那个水平。所以其实说现在的话，比起以前，这个市场已经适应了这个所谓的降温措施，比以前恢复的来得快。以前需要两个季度嘛，现在只需要一个季度，我们就已经恢复到之前的一样一个水平。然后在第二季的时候，我们就推出了两个项目。先谈一下第一个项目，第一个项目就是这个新力家园它就是在
就是市区其他中央区，就是这个就是在核心中央区的周边呐、啊，其实也是很方便的，它的地铁还是很适中，而且它推出的时候它也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卖了超过77%呀、啊，然后那个尺价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是超过2100新元，这个在这个其他中央区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推出，5月份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那边的一个新的那个标杆的一个价格了。然后我们再到5月份之后，我们还有多另外项目，这个在东海岸的另外一个项目，这个是立福苑，它同样的，它在首日推出的时候，它也是卖到超过75%的单位，而且它的平均尺价比刚才我们的之前那个。新义家园还要来得高，这个将近平均时价将近2400新元，所以这两个新的项目推出的时候，把整个第二季度的那个销售量给推高，而且不止把那个推高，它也把第二季度那个价格给推高了。所以第二季度的时候，我们看到是整个私宅方面的那个价格上升了3.5%。这如果我们比起第一季度的话，第一季度我们才价格上升0.7%嘛。所以现在这个步伐其实加快了5倍，就是从0.7，我们就是乘以五的话，就是现在第二季度那个价格上升了3.5%，而且很绝大部分的话都是因为这两个新的项目推出，在那里起了一定的那个价格推动的一个作用。另外一个我在5月份预测的一个。是说第二季度我们未售出的单位会继续的上升，那时候你就想说，刚才我们不是说那些新推出的项目卖得特别的好吗？为什么未售出的单位会上升呢？不是应该下滑吗？我们就看一下，其实是我预测的，其实是准确的。第二季度的时候真的是未售出的单位上升了到16000个，我们要看到的是，虽然我们比第一季度高出了12%。可是这个还是处于一个低点，因为之前我们的最低点的时候就是大概17000个单位，然后我们在这一次这一轮的那个房地产周期的时候，最高点呢是将近38000个未售出的单位，我们距离这个周期最高的那个未售出单位的话，还有很大的一个差距。就算我们说继续的上升的话，我们不太可能会达到一个差距，因为。现在开发商他们需要买地，而且政府推出的那个地段供他们购买的话，不是来的这么的多。他们在集体出售方面，他们买地虽然说想买，可是也不一定说你每推出一个地段，他们就会匆匆的涌入把那个地段给买下，因为他们还是需要有选择性，因为降温措施把他们的风险大大的提高，所以他们必须。选择把他们的那个资金放在一个地段上，而且那个地段上能对他们带最大的回报。第二季度我们看到它上升了16000多个单位嘛，是因为我们政府就是批了一些项目啦，这个我就在这里给大家看了一些项目的那个名称啦，就是这里的话不在于让你了解说有这么多个项目。最重要，你要看到的是最后那个这个表的最后一个，就是他们预计在哪一个年份会出市场。你看到的是他们全部都是在2023年，或者有些可能会推到2024年才推出，也说不定。所以就是说，在今年方面，没有这些项目是没有在今年推出的，全部都是在明年。所以你如果要在今年进入市场来购买的话，就是每次推出的时候，就是可能都是供应都是有限的。那其实如果你看到这个16000多个单位，我要跟大家提的是，这16000多个单位，包括我这里所成这个表内所有的那些未推出的项目。所以如果你把这些未推出的项目从这16000多个单位当中全部给删除的话，到底市场上？推出的项目还没有卖出的单位，到底有多少呢？其实不是很多，就是说开发商推出的项目，然后还没被买家买的话，
只有2800多个单位，少之又少。当然，我们最低点的话是大概1000的单位，可是你要看我们从这个2021年的这个高点的时候，6500个单位左右已经下滑，很迅速的下滑，到现在就2800多个单位，而且这是第二季度，在7月份的时候在红帽桥推出一个很吸引人，而且很多买家青睐的那个项目Amo Residence，它就在第一天几乎售罄。而且它的指价平均是大概2100新元左右，所以就说其实市场上未售出的单位其实又在慢慢的减少，直到新的项目推出市场。而且现在是农历7月，在新加坡话，农历7月份就是说所谓的在这里的话就是他们有人俗称鬼节啊之类的东西，就是有些人觉得买房不吉利，开发商也考虑到这一点，所以他们也不会在这个时候推出项目，全部都会推迟到9月份才会推出。然后第二度，刚刚我们看到的全部是期房，现在我们就谈一谈现房的情况。现房方面的话呢，我们也从这里看得出说，交易量也是回升了，回升了25%，它就没有期房回升的这么的快，可是它的交易量也是恢复的特别的快，已经在降温措施之前差不多一样的一个水平了。所以就是说其实整个市场上这一次对2021年12月的降温措施的那个反应的话，恢复的特别特别的快，只需要一个季度就全部回到以往如常了。另外一个我预测的话，就是说外国买家会第二季度涌回新加坡市场，因为那时候新加坡，刚刚我说到新加坡边境对外开放嘛，只要你接种过疫苗了，你就来新加坡的话，旅游或者来这里玩的话，或者来这里办公之类，你就不需要有那个免隔离了，所以这导致很多买家在这个4月份、5月份跟6月份的时候进入回来到新加坡市场来买房。所以这里就可以另外一个图就是让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就是4月份，虽然4月1号才开放，可是看得出很明显是4月份的时候，那个外国买家对整体市场的那个对比回弹得特别特别的快，而且在第二季度的时候，我们这里这个表这里的那个数据的话，是以现房和期房全部结合在一起的，你可以看得出的是很多。现在的买家都是在哪里？外国买家全部都是在这边，200万到500万新元之间的这个价位在买房。而且如果说到新加坡公民，当然很多都在这里，可是慢慢的你会看到，也是有很多人都在买200万到500万的那个房子，因为现在他们在疫情的时候，可能就那个资金也比较充裕了，而且可能没有受这么大的影响，所以都能买比较高价位的房子，同样我们可以看得出，永久居民也是有这样一个现象。在第二季度，外国买家青睐哪一些期房项目？就是康宁河湾嘛，在他那时候是我忘记是哪个月份了，就是说有个外国买家一次过在康宁河湾买了20个单位，而且总体的那个交易量、交易额是大概新币8500万。而且另外一个很受外国买家青睐的，就是那个瑞雅家园。瑞雅家园其实就是在那个River Valley 那边，就是在第三游区、第九游区这边周边。很多外国买家对那里的那个地点都很喜欢，所以他们在这个边境开放的时候都进入这个项目来购买。另外一个是Avenia 也在第九游区，它跟这个瑞雅家园其实就是隔一条新加坡河而已。所以在那个地点真的是吸引了很多外国买家，而且当外国买家进入这里的时候，在第二季度他们购买了很多豪宅。所谓的豪宅就是我们以500万元以上来定义豪宅啊，这个是核登的一个报告来的，所以我们发布出去的时候早报也就刊登了我们的报告，外国买家进来。而且买了很多甚至整个
第二季度的时候，这个交易量就是飙升了64%。如果你有兴趣读这个报告来了解多一点这个市场的话，你可以向任何的合证中介索取这个豪宅的第二季度的那个研究报告，他们就会跟你分享。我不会在这里分析的太多了，不然时间会不充裕。另外一个就是提到，如果你在新加坡，你不是在想要买房的话，而且你是来这里要租房，你会听到很多人会跟你说，现在一房难求，因为你要找房子来租的话，你都找不到，而且有时候你真的是打电话，甚至一些的话，你甚至都说很快那个房子就是一刊登出来的话，就被人家租出去了，而且租出去那个租金一直的在往上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就看这个蓝色这里，这个是那个每年竣工的单位到底有多少，然后这个就是整个租金的那个指数啦。所以在这个情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出竣工的那个单位特别的少，在2018年到2020年，当然2020年是因为疫情的方面，所以受到了那个影响。可是就是说你的供应少的时候，当那个需求继续维持在那里，那你的那个租金就会慢慢的上升，而且到2021年的时候，新加坡经济快速的复苏的时候，那时候就人家就开始进去买房，有些人买房的时候，他就把他现有的房子给脱手，就是把它卖出去，所以得到那个资金才能买新的那个，就是买那个期房。所以这次方他们又去找房子来租，这从而把整个租赁市场那边的需求给推高。所以当你没有足够的供应的时候，又有这样多人进入市场来租房子，就把整个租金推高了。而且当你来到2022年的时候，那个情况其实更严峻，因为那个竣工的那个单位没有来得这么快，而且当我们对外那个边境对外开放的时候，就这个业主啦，他们就是在这里本地的时候，本地市场找不到员工的时候，就往海外聘请员工进来。海外聘请员工进来的时候，他们当然要租房子，但租房子的时候就是需求又上升，又没供应，租金就上升了。然后你会也会看到说学生，外国学生也回来到新加坡市场来上这个高等学府的一些受高等学府的一些教育，所以他们进来的话，也会渐渐的把那个需求给推高，所以总的来说，现在这个房子方面，真的你要租的话，在供应有限，而且那个需求方面又有这么多方面的人在跟你争那个一套房子来租，所以这个租金继续的上升。这个在第二季度的时候，他们总共上升了超过10%。而且这样的情况应该会继续维持下去。那现在我们讲完私宅了，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新加坡所谓的政府租或者那个公房了，经济套房。这个方面，租方面连续第九个季度上升，而且这次上升了2.8%，可是已经开始稍微有点放缓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图。你可以看得出说，2021年每个季度的话，平均每个季度上升超过3%。我们来到2022年的时候，可以看得出这个上升的幅度慢慢的减少了，现在可能是2.6%，比起以前的3%的话，就是少了一些，所以就会慢慢的减少。那为什么会慢慢减少？当然一方面就是因为如果价格继续的上升的话，当然，就是有些买家就无法买到他们心仪的房子，或者甚至他们不愿付太高的价位，所以从而把整个价格的上升的幅度给缩小。这也导致说有些那个房子的话，就是没有来得这么快的卖出。所以这个整体来说，影响到整个第二季度租屋方面的交易量。那时候我会提到说第二季度交易量会放缓嘛。我们可以看得出，这个这里的话，就是你可以明显看得出，第二季度跟第一季度
来的说，我们比第一季度慢少了一些那个交易量，而且这个是连续第三个季度放缓了，最高的时候是在2021年第三季度，现在我们是慢慢的减少，会不会在2022年的第三季度回弹呢？我们很难说，因为市场上毕竟说那个你如果价格一直上升，真的你会把一些买家。就是得退出市场，他们就决定不买，或者他们就愿意的等，把他们的那个目光转向预购主屋市场，因为他们买预购主屋的话，从政府那边买，他们的价位又来得比较低，而且另外一个是我们了解是现在的那个，如果你买房，你借贷的话，那个利息现在是挺高的，所以如果你去买一个主屋，已经一个竣工的主屋。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现房啦，你就偿还的那个贷款，就是一次过得付清嘛，然后就每个月就以那个借贷75%来还给那个银行。可是如果他们像建屋局，就是像政府那边买的话，买预购屋的话，他们其实付了那个首期的话，他们无需再偿还任何付任何的那个数额，直到他们到。建屋局那个交钥匙的那一天，所以这个可能是3年或者是4年后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高利息的那个环境，对买家如果把目光转向预购主屋市场来说，就没有这样大的一个影响。所以间接的会已经有些买家慢慢的转向预购主屋市场了。在这个主屋区域方面，最受欢迎的5个主屋区就在东北部有2个啦，就是板鹅跟盛港。北部的话，你有益顺、雾兰；西部你有裕廊西。这通常这个交易量就是着重在每次都会着重在这几个区，板鹅、盛港用于就是高居榜首的，其他的就是益顺、雾兰。有时候你看到当兵营进来，上个季度我们还有蔡厝港。而且如果说，因为他们很受欢迎，如果你在那边住在这几个区的话，你想要卖房子的话，会稍微说来得容易一些，因为会比较多买家在这方面找房，在这区方面找房子，他们的那个价位其实都很合理，因为四房室来说，就是3个卧室可能就是2个那个卫生间。你就大概价位就是平均价位在40多万到50多万左右，这个对很多人来说都是负担得起的一个水平了。在第二季度的时候已经有超过642个主屋破百万元的那个价位，所以跟第一季度合起来说，就是总的来说有大概164个这样的一个主屋破百万元。而且很多这些破百万的主屋都是属于比较大型的那个单位，就是五房式或者是政府公寓式的一个那个主屋啦。大家对这些来说不需要太大的担心，因为这些比较大的五房式或者公寓式的话，他们的供应有限，所以当然你如果要买比较大的房子的话，你就可能就得付高一点，所以他们才在这方面他们有。能力叫价比较高。如果大家都是会买比较普通那个房型的话，就是四房式的主屋的话，不用担心。刚才我就给大家看到那个图嘛，就是大概平均价格就是40多万到50多万左右，无需说担心说我必须买一个主屋的话，必须要付100万新元，所以还是有负担得起的那个主屋让大家购买。另外呢，就是说我刚才提到是非成熟主屋区会有更多的百万主屋，但这个预测有没有兑现的话呢？答案是有在第二季度的时候，我们有更多就是在雾兰跟益顺方面现在有4个这样的一个单位，就是突破百万的。而且，可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不用担心，因为这些突破百万的是比较大户型的那个单位，这两个。益顺跟雾兰他们卖出的百万元主屋的话，都是属于公寓式的那个主屋单位，所以不用太过担心。那接下来2022年会继续发生怎样的一个事情情况呢？会发生什么事呢？当然我们会从比较宏观的一个角度来看，就从经济体
方面看，然后再看一下所谓的供应和需求。在这方面的话，这里就是一个在 Business Time 商业时报，他们就有提到了这样一个，就是说新加坡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避风港嘛，这个小红点就是看起来就是比较稳定，政治稳定啊，那个货币方面稳定之类的，所以因为地缘政治方面，湾周边啊，你发现很多风险都大大的提高了，反而就是凸显了新加坡这个避风港的那个条件更为显著，所以导致很多外国的那个大企业都把他们的一些区域的一些总部就搬入到新加坡这里来开，而且还有一些比较富有的，就是那个高净值人士，他们就把他们家族的一些资金方面也来到这里开一个家族办公室，家族办公室在这里作为一个投资的一个管道，来对房地产啊，或者是企业公司方面，就是进一步的对这些来投资，这些都是慢慢的把新加坡的经济给带动，而且它有助于推动整个市场的那个就业率，还有那个当然就是对房地产方面也有起了正面的影响，不管是他们要购买或者他们要租房子的话，全部都会对这个需求方面给推高了。另外一个是政府说，新加坡今年甚至明年应该是不会陷入衰退，或者是陷入这个窒息就是这个经济萎缩的这样一个情况呢。可是当然，我们这个是在5月份他们提到了。在最近这个7月份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报告出来，就是新加坡第二季度的经济表现如何？第二季度虽然我们逃过了一个经济衰退，可是当我们步入2023年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的经济会进一步的放缓，而且可能是急剧的放缓，因为现在这个 MTI 他们就是说新加坡这个经济贸易局，他们就说我们这里今年2022年经济增长应该是在3%左右，因为他们就把整个上升的幅度给缩小，之前他们是说3%到5%嘛，现在就是缩小到3%到4%，所以明年的话，如果继续放缓的话，当然就是会比这个来得更低，可能低于3%。我们到今年12月份的时候，他们在给我们一些那个更新的这些方面的话，就会做出这样的一个澄清。当然，我们就做一些前瞻性的一个分析啦，就是对整个市场来说，就虽然说新加坡市场不会进入这个衰退，可是新加坡市场那个经济的话，如果进入衰退的话，会不会对整个房地产市场有一定的影响呢？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就做了一个研究报告。就发布出去的啦，那个早报他们也就刊登了。就是我们把现在这里这个图给放大，下一个页我就放大给大家看。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经济增长，就是这个橙色这里如果你是看它在零以上的话，就是说这里一个季度是增长的；如果低于零，就是说它是萎缩的。同样的，这个蓝色的线条是那个社区重建局他们的那个私宅价格的这个指数，如果它下到低于零的话，就是说那个房价就是给萎缩了。我们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了。通常我们就会说经济萎缩的话，当然我们房地产就会跟着萎缩嘛。可是我们把这两个数据放在一起的话，重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一个结论。什么这样的结论呢？你可以看到说，房价这里先下滑，你可以看到这里先下滑，比经济萎缩来得快，就是说房地产全部会进入一个萎缩状态，而且他们是先步入萎缩状态，比那个经济萎缩来得快。我们在这里也看得出说，这里我们有降温措施的时候，或者是这里
你看那个价格继续下升啊，下滑。可是经济方面，直到这里的时候，这个互联网泡沫就是几个季度后，经济才开始萎缩，而且这个同样的情况也在这里发生。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房地产价格下得特别快，可是比较慢一些，你才看到经济的萎缩。所以如果从这里来说的话，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可以以房地产价格的走势来决定说，新加坡的那个经济下一个季度会不会步入一个萎缩的状态？而且我们这里，我那时候发布的时候，只是到第一季度的那个数据嘛。现在第二季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线是往上的，所以我们现在房地产的价格还继续的上升的话，就是说接下来新加坡的经济是不太可能会。步入一个萎缩的一个情况，所以整的来说，整个房地产方面还是很正面的，那个经济方面还是一样正面的，一直会增长。然后第二季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说就业情况也是大大幅度的好转，而且增加了6万多人呐、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当有这么多人进入新加坡来就业的时候，刚才我就分享了说他们也会进来跟大家一起争那个房子来租，所以整个第二季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出那个租金啊，就是飙升的特别特别的快。当然希望接下来整个建筑业能恢复到疫情前的那个速度，那把比较多项目给竣工推入市场的时候，慢慢的缓解这个供应紧张的一个局势。另外一个现在整个市场在面对的一个情况就是利息慢慢的升高，而且我今天才跟就是大华银行的一个职员就是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现在如果你要借贷的话，那个利息的话，以三个月的那个 SORA 来计算的那个贷款。就大概在2.1%的那个贷款利息，这个在如果是一个月前的话，就是那个一个月到2个月前的话，变动的话是0.2%，所以那时候是大概1.9%，现在是2.1%啊，所以这个上升的情况会继续的，直到我可能美国联储局决定不再把利息调高，那可能这些就会慢慢的放缓了。所以这个会对大家如果借贷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呢。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一个计算我们就做模拟一下，就是说如果你向银行借100万元，100万新元，以那个利息2%来说的话，用30年来偿还。如果你是买现房，现房的话就是说你一把整个房子钥匙，他们对方把钥匙交给你的时候，你就必须。偿还整个这里大概3700新元了，因为这个新加坡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现房就是买的时候就是一次过得付清，如果接下来利息上升到3%，你的话这个贷款就每个月就是要上升多一个521新元这样。可是如果这个是现房，如果你是买期房的话，你就这个情况就对你来说就是没这样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在新加坡买那个期房的话，你如果来付这个贷款的话，是渐进式的那个房，所以是慢慢的根据建筑的那个进度来决定你必须来偿还多少的那个贷款。如果是第一期的话，你是说那个地基给建完的话，你就是要这个偿还5%嘛，5%以2%的那个利息的话来算的话。每个月你要还的话是大概250元左右，如果这个利息上升到3%的话，你就要还大概280，所以这个差距只是大概30多元，30多新元，所以影响来说不是来得那么大。如果你是说会不会对你的生活需要做出任何的调整呢？因为这个利息上升了1%，可以说应该是不需要做太大的调整，因为。30多新元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星期一个人出外用午餐，大概是
五天的话就是大概要30多新元嘛，就是要这方面就是受一点点，可是不会这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你以这里这个表来说的话，你如果真的是在新加坡你要买房子，而且你又不急需注入那个房子的话，你真的不妨考虑啊买期房，因为期房来说。对于这个利息上升的那个敏感度没有来得这么大，你买现房的话，那个一次过，那个任何的调整对你来说就是很大很大的影响了。当然，我们也接下来就说，那你只是说啊，你借贷嘛，可是如果你是买期房的话，那会怎么样的影响你哦？因为你买期房，它是慢慢的建，而且整个竣工期。可能是3年、4年或者是5年不等，而且这时候这可能是5年的话，你的每个月的收入也会每年慢慢的调整。如果说每年调整一个上升一个2%的话，5年后你的薪金可能就在这里。你看，如果说你现在的薪金是每个月12,000元这样，如果5年后你现在买个期房的话，5年后它竣工的时候。你的薪金上升的话，如果是说你没有更换工作，你在那里同样的公司就是待个5年，而且老板就是每年都加薪，而且我没有说加特别的多或者之类的，就是我是说大概2%每年这样的一个水平。这5年的后，你的薪金其实上升了一个1,200多新元，比起如果说你的偿还的贷款上升了500多的话。其实你有你的收入上升的那个数额，比你贷款的那个上升那边房贷要偿还的数额来得高出许多。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买那个期房的话，你不需要真的太过担心，因为只要你每年的收入有继续的增加，你买期房就算那个利息的上升的话，当然它上升不会永远的上升，它到一个水平它就。可能就停止或者是回跌了，所以这是也是一个为什么这么多买家进入那个期房市场的原因，因为这个利息来说对他们的影响真的不是这么的大，甚至是没有影响到。那我们也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研究报告啦，所以有兴趣读这个报告的话。可以向任何的合登中介索取这份报告来读。接下来的话，我们会有好一些项目会推出市场了。在9月份，我们会推出2个项目，我等下就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个比较大型的，就是在沃洛的这个 Sky Eden，跟在这个伦多区这里的曲水伦廷这2个项目，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想听比较详细的一个介绍的话，我和那个福志林啊的那个董事周帆女士，我们对于 Sky Eden 跟 Endomo 的曲水伦廷，我们有做比较详细的一个视频，我相信他有上载到他的一些官方的，好像小红书啊、B 站之类的，我们也会把同样的视频也上载到这个 B 站。来当和大家分享，所以有兴趣的也可以去那边看一下。或者如果你在新加坡的话，你有个 Facebook 的一个账号，你也可以登录和登集团的 Facebook 的那个官方页面，那边也可以查到这个 Sky Eden 和这个 Landomo 的视频。那我们就谈一下 Sky Eden 啊。Sky Eden 首先我们就说它的开发商是谁，它的开发商是新思地产。新思地产其实是个历史悠久，而且又很著名的一个开发商啊。它不止在新加坡有那个就是产业，它也在其他的国家，像澳大利亚之类的都有开发这个项目，而且它在新加坡的交易所也上市。这个 Sky Eden 它的地点究竟在哪里？它就在一个成熟的主屋区，就是在部落。而且它距离这个沃洛地铁站步行不需要，可能大概3分钟的时间，不需要到5分钟，3分钟而已，你就可以到达那个地铁站。而且这个地铁站这里还有购物商场，就是 Bedok Mall，所以很方便，很方便。
如果你要在这里送小孩去读书的话，也有很多名校。如果你要找吃的，部落那个熟食中心也有很多好吃的食物，而且还不止这个 Sky Eden 的话，它本身自己在第一层的话，它也有一些零售的商店，所以很方便的。如果你在晚上还是任何时间，如果你想要吃或者有些小小的一些食物之类，你需要买的话，你就下到一层楼。那边就能买得到了，那它，而且你可以看到它这里还距离东海岸是很近的，所以来说它是整个很方便、很方便的一个项目。所以你如果要办公的话，你就是去到那个新加坡博览，或者是这个樟宜的那个商业城，或者去到那个樟宜机场那边，全部都有一些办公的那些地方。生活方面。娱乐方面全部都不缺，因为你在部落地铁站那里就有购物商场了，甚至在自己居住的这里也有一些零售商店。学校我刚才也提到说有著名的小学，所以如果你想要把孩子放入这些著名的学校的话，在新加坡是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你如果距离那个学校在1公里之内，你到达小孩报小一的时候。这个你有一定的优先权，所以到抽签的话，如果那个很火的那个小学需要抽签的话，你当然这方面你有比较好的一个优势，因为你是在1公里之内的。可是当然这个你必须其中一个父母是转为新加坡公民的，但你就有这样的一个优势。那这个就是整个 Sky Eden 的那个图啦，就是刚刚我跟你提到说，这个一层楼这里你就看到有一些零售店。这个是上面的那个居住的那个单位，另外一个图我就让大家看的是，你可以看到说它还有游泳池，而且有很多绿化的一些空间，在这里有很多空中花园。比较不一样的是，你可以看的是，它这2栋楼它们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是以每一层楼都有这个空中花园来连接的，不像一些项目。他们的空中花园只在可能设定在10楼、20楼之内才有一个空中花园，可是项目是每一层楼都有这样一个空中花园，所以是很不一样。而且如果你买私宅方面的话，你也希望有一定的那个自己的一个空间，不希望你的邻居之类或者对面的一个单位就是能看入你这在家里人在做什么东西，所以开发商在这方面的设计。其实非常非常好，他就考虑到大家对这方面隐私方面就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嘛，所以每个单位都没有面对到对方，就算是这里的话是以看南出去，而且这里是往东那个西边这样看的话，他们是不会直接看到对方的，所以在这方面真的真的做得非常的贴心。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他们如何分布这个单位。所以刚才我就说了，这里的单位如果是往西看的话，你是不会看到这个往南的这个单位的。所以这方面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那另外一个项目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在伦多区的这个项目叫曲水伦亭。曲水伦亭也是一个综合项目，像刚才那个 Sky Eden 它也有商业用途跟住宅嘛。曲水伦亭也是同样有商业用途和住宅，可是它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说它直接连到那个地铁站，所以超方便。你从你的住家下到那个第一层你就可以步入那个地铁站了。如果你要从那边搭地铁，甚至到任何新加坡的一个角落的话，都超方便的。那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呢是它由国浩房地产开发的，国浩房地产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开发商，他们比较注重于一些大型的这种综合项目，而且你看到同样，国浩也把每一栋楼都分开，而且没有单位往对方的那种情况发生，所以你也不会看到邻居，你邻居也不会看到你。所以这方面，那个对隐私方面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好。那国浩呢，它
除了它就是在大龙巴格那边，如果大家有去看的话，就建了这个华丽世家嘛。华丽世家就是在新加坡海拔180米到290米这边之类上面的那个世宅是一个项目了，所以很不一样的国号就是它进入一个区的时候，它会把整个区打造成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它不是单单只是去那边建一个项目，它是进入那个区的时候会改变整个区的一个情况，所以像他们把这个大龙巴格那个旧的那个金融区整个给打造的不一样的，这样变得整个活跃了起来。他们像其他的项目还包括在Bugis 五级市那边也有这个Wakomi Town，所以那边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综合发展项目，也会有办公室，也有住宅。然后它有个 Midtown Modern，那边同样的也是会直接连接到五级市地铁站，所以它整个 Bugis 那边也打造成一个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它也会把同样的这个理念带入这个伦多区，把这里整个打造成一个不一样的伦多区。所以这个项目的话有605个单位，它在底下的话，第一层和第二层，它就有一些零售的一些商店，包括什么，大家要方便嘛，它就决定了一定会有个超市，这是开发商承诺的，所以它一定有个超市，你要买日常用品什么都只需要下楼你就买得到了。然后小孩的别担心，他也说他会去找一个就是幼儿园进入这个伦多这里。开办一个小幼儿园，让大家有父母的可以把小孩送入这个幼儿园。所以，如果大家是在居家办公的话，住在这里的话是非常非常方便，就是小孩不需要太过早的起身，可能睡到一个八点起床之后，再8点半送入楼下的这个幼儿园也就可以了。然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办公完了才下去带小孩，是真的是超方便。所以这个综合发展项目是特别特别受欢迎的，因为这个连接性，它连接到地铁站之类，它对大家节省时间方面是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你要想，如果你要有工作跟生活一个平衡的话，如果你把这些工作跟你这个在交通方面省下的时间放入你的生活跟家人一起享受的话，那你就在这方面取得一个很好的工作跟生活的一个平衡了。然后它的便利性，因为它紧接地铁站之类嘛，你的生活整个质量像分享的是就很好。那而且这个综合发展项目和地铁站连接在一起的话，在新加坡是少之又少，因为不是每个地铁站都能开发这样一个项目的，所以它对整体来说，你能维持这样一个价值升值的空间都有可能会比其他的项目来得大。它刚才我们就说它的连接性嘛，连接性就说像它的地铁站，就是它直接在这里地铁站，然后如果呢新的这个南北廊道的话，也是可以很快，以后它开新加坡政府建完之后，你就可以用了这个南北廊道来去新加坡任何的一个角落，而且学府方面也有很多小学在这个周边。如果大家比较喜欢大自然的话，我们的中央的这个戏水池都在这里，或者是红帽桥这个碧山的公园也在新址。商业空间，刚才我说了，这个零售方面有将近10万平方英尺的那个购物商场，所以大家整个生活居住全部都可以在这样一个项目给实现了。教育我就提到了安德逊小学就在1公里之内，所以如果你报读那里的话，它在抽签方面就有很大的一个优势了，而且这些绿化方面我也稍微有些提到了，所以我介绍完这两个项目，接下来我要和大家说的是，接下来我们会觉得说整个市场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先从供应来说吧，供应我们未售出的单位仍然处于一个低点，虽然现在有16000个单位，可是比起之前的高峰大概38000个单位，还是很有一定的差距。就算间接的第三、第四季度，我们有比较多的项目进入这个
这个未售出这个单位这里的话，它也会把这里慢慢的推高。我们不觉得它会推到像之前这个38000个单位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会维持在一个比较可持续性的，对它整个市场来的比较好的一个可能。那租赁方面呢？今年呢，你如果说租房子希望比较容易的话，这个就比较难实现的啦。如果说到2023年的话呢，如果要实现这样一个情况，就比较有可能会发生。因为在2023年，我们会比较多项目竣工。你可以看到这个图这里，平均这么多年10年来，供应量都是在11000个单位左右。我们在这里是少过这个平均的供应量。在2022年，甚至我们还是比这个10年的平均竣工的那个供应来的少，就在2023年才慢慢恢复到超过之前的水平。所以真的是今年不太可能，租金还是继续的上升。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房东愿意租给你比较那个合理的话，真的是不要再想，就是先拿下来了，等到明年比较多供应的时候，你才慢慢的找一个新的地点来办。价格方面呢，我们看到是这个，刚刚我就说7月份嘛，这个 Amo Residence 它就推出了嘛，红毛桥就是第一天几乎售罄，而且平均价市价是2000亿，所以这个在这一方面，它就为整个市场，我们在5月份就是两个项目，他们起的那个有个标放了一个标杆了，所以这个也同样的在这个大众化市场方面，也放了一个价位，就是2000亿。所以我整的来说，整个市场方面，以后在2022年甚至2023年，你要买房的话，买楼，就是2000元的那个平均尺价是应该是很普遍的。所以不大可能，你如果要真的要找少过这样的尺价的一个项目的话，在市场上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大家在这方面必须在心理上做一定的一个调整。供应方面呢，集体出售市场是慢慢的回暖为什么我们会说回暖呢？我们就来做个比较啦。我们看到2021年是这样的一个交易量，在1月到7月的时候这个集体出售市场就是越来越多了，慢慢的逼近2021年的那个交易额，而且在7月份的时候，这个整个市场售出了3个项目，所以我们是觉得会有项目推出，开发商虽然他们说会买地，可是真的他们还是会选择性的买地。所以如果你要说整体出售市场恢复到2017年、2018年这样的一个水平是不大可能的。这里是2023年我们做了一个预测啦。所以他们价格应该至少在2200新元以上，就是每平方尺。为什么呢？因为从这里来看，这个蓝色的就是那个地价，这个加上这个城市的话，就成为整个项目的那个收支平衡的那个点。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得出，在这里这个地方它是超过2000元的，这里逼近2000。你就说为什么这个就比较少了？他也要卖这么贵吗？这个可能性是在的，因为在这个远景这个它旁边的一个项目的话，它也在叫它早可能几周吧，就也是卖出了，而且它卖出的那个地价平均的话是1100多平方英尺的，所以1000多平方英尺就比这个就是它的地价高出100，所以总的来说把这里整个平衡点就是拉高将近2000，开发商一定要赚一定的利润嘛，所以当你的平衡点在2000的时候，他下一个他买的话说就大概是2200了，所以在明年来说，应该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水平，2200新元的那个水平会发生，所以也是要有这样一个心理准备，说我买房的话，我要提升的话，就需去付这样的一个价位。所以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啦。供应方面呢，我们现在看到未完成未售出的单位，这个不是说刚才我说的那16000个，我说的是已经推出市场的那个单位。刚才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我是说第二季度的话，
已经推出市场还没有卖出的单位大概是2800多个左右，那接下来的话会减少的，所以这个供应就是不是来得这么好啊。另外一个集体出售方面，越来越多土地会卖出，所以当然这个就会对供应给提高。可是这个供应不会在2022年发生，会在2023年和24年才会看到。而且那时候它才慢慢的能缓解现在的供应的情况。另外一个是越多供应那个市宅的竣工的话，会慢慢步入这个市场，对于整个租房方面的话，会起到一个比较缓和的一个作用。可是这缓和的一个作用呢，不会在2022年发生，也同样会在2023年才来发生。所以虽然说我这里放个那个箭头是绿色往上的。可是它真正起的一个作用的时候是在2023年，而不是在2022年。需求方面呢，2022年刚才政府也提到说，经济方面应该会持续的增长，不会进入这个衰退的这个现象，所以这个整个对需求来说是有正面的影响。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就业方面，越来越多人就是说在这个市场上有工作。有工作，而且薪金也来得更高，尤其是如果你是在做这个科技方面的 IT 方面的，那个薪水上升的那个速度是很快、很大、很惊人的。另外就是投资者，因为通货膨胀，今年大概新加坡可能3%、5%之类的这样一个通货膨胀是很难发生的，所以你如果要对冲这个。整个通货膨胀的话，就是买房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所以需求方面也会上升。所以你如果看这里整个来说，如果我们来做一个小总结，供应跟需求来说，今年的那个供应量还是一样是不够的，直到2023年才慢慢的缓解，所以这边会少，可是在需求方面又会增加，而且今年推出的项目不是来的这么多。刚才你如果看到我给大家的那个表的话，下半年的话就大概10个项目左右，而且这个包括那个资金供款式公寓，所以如果我们把私宅跟资金供款式公寓合在一起的话，2022年我们预计大概有17个私宅项目，加上3个资金供款式公寓项目，20个项目，这个是在这么多年来，而且。是很少的一个情况，推出的单位可能今年才有大概5000多、6000多个单位，比起以前来说是真的很少。所以因为这个供应不足，然后需求又在那边，而且又很多人想进入市场买房了，所以总的来说，整个2022年那个价格会上升大概8%。我们在第一。上半年的时候已经上升一个4.2%了，所以接下来下半年我们还会继续看到这个上升的一个情况。这个就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些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资料和我的那个见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你可以把它输入以下的那个 Q&A 那边，我会尽我的能力来回答。谢谢大家。Okay, yeah, can you do it? Okay. 这里有个问题啊，他说如果我是个外国买家的话，我应该在现在买的话，还是等到2023年来投资，因为那时候的供应会比较多。我们要
想到一点的是，如果你是作为一个外国买家，你买房的时候，你要买的是现房还是你要买的是期房？如果你是要买现房的话，对你来说，你在现在的情况这个时候买现房是会比较好的，因为现在租金的方面，你有那个很大很大的那个就是怎么来说，你能把租金给你要多少，你可以跟那个房客说，而且他们现在能选择的那个房子来租，没有来的这么多的选择，所以如果你要把那个租金给较高的话，你还是有这样方面的一个权利，所以你可以用这个租金的方面来对冲那个利息上升，而且这方面你就会这个情况对真的很多房东来说是很好的。当然，如果你是要买期房的话，我建议是在今年买，为什么呢？因为今年你买进的那个价位是大概每平方尺是2000新元。可是如果你去到明年的话，你进入市场，你买的时候是2200新元这样的这个价位所以你如果等到明年的话，而且做一个外国买家，你不要忘哦，大家要记得是我必须付那个额外买家印花税，额外买家印花税对外国人来说是30%嘛，30%如果你付的这个数额来的少，这个30%你要付的话，也会间接的减少，所以你要投资的话，当然你能付出的那个款项越少的话，是对你来说是越好的。因为这里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利息上升后，二手房交易的价格会下吗？现阶段二手房的价格是不会下的，因为市场上的需求还是在那边，而且我们说利息上升如果你说买家受到影响的话，买家会把目光转向一些比较价格比较合理的，他们在他们预算内的一些项目，所以他们也不会说去纷纷的去涌向一些价位比较高的一些项目，所以他们会找一些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的那个房子来买，所以这方面是影响不大。而且我们刚才说我们有那个研究报告嘛。就是说，看利息跟房地产的那个交易量到底有这样一个那个什么，会不会有影响？就是说，利息上升，你的交易量价格会上升。我们看到很多年，我们从16年到22年来说，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就是利息上升的时候，价格也继续的往上升。因为另外一点是在这个市场上，能流动的资金非常非常的充裕，所以有些买家甚至进入市场买房的时候，不管是买期房还是买这个现房，他们很多人都会说借贷75%，可能更少，60%左右。这个是大概平均那样的，是属于60%到70%，他们的借贷，甚至有些人是完全不向银行借贷的，他们就一次过把那个房价给付清。所以当他全部付清的时候，这个利息上升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的一个影响。所以这方面的话，就不会看到说对整个价格或交易量有影响。而且现在市场上，因为居家办公和居家在上学的话，比较需要的是大一点的空间 所以这些需求的话，也是在市场。如果你要找比较大的房子是比较没有，而且如果你要比较新的话，是没有这样容易找的。你必须找一些比较旧的一些项目，可能超过10年，甚至是20年以上，你才找得到比较大一点的那个单位。所以市场上有种种不一样的那个因素在那边，所以影响整个市场可是总的来说，需求还是一样继续在那里，而且有时候还特别的快。一个单位放出市场后，可能1个星期内或者是1天内就售掉。卖掉了。按我的分析，明年还是会上涨吗？对，现阶段的情况应该是还继续会上涨的。当然，我们这里的一些假设是政府没有介入市场来做任何的一个影那个来影响市场
如果是政府要介入市场的话，当然就那个情况就不一定，因为他们我们也不懂他们会出台怎样一个降温措施，他们会不会出台降温措施？因为毕竟他们在21年才出台，如果说他们在今年要出台的话，可能这个情况不会来得这么的那个大，因为你如果在出台降温措施的话，那个经济的不稳定性。然后然后那个地缘政治的一些不稳定，那边种种的方面影响了整个房地产市场。像刚才我分析的是，房地产市场进入衰退的时候，它会把整个经济体系给拉下。为什么呢？因为房地产市场是影响整个经济是多方面的，它不只是建筑方面影响，金融方面它也影响，而且它还影响到其他的，像你装修房子嘛。你一定要买什么？很多电梯方面啊，灯啊，然后现在有很多家里的那些冰箱啊、洗衣机这些，全部都需要很健全的一个房地产市场来支持。如果整个房地产市场衰退的话，这一方面的那些这些业务全部都会受到影响。它受到影响的话，整个经济体系就整个受到影响。所以，在现阶段，因为需求继续的在那边，经济体系还没有怎么样的一个负面的情况发生，所以价格应该还会继续的上升。这里另外问题是问CCR 的房子，就是核心中央区啊，就是俗称我们的第九、第十、第十一和圣淘沙方面的那个价格，还有一个 downtown core 那边，它的价现在还算是驻地啊，对不起，这个我就不太清楚这个是什么意思了。那我来看另下一个问题。另外问题是说，如果现在他有手头上想投资一个300到400万的一个现金，他想要买的话，应该是买核心中央区呢，还是买其他的地方？因为核心中央区，比如说你要把这个钱投入在市区方面，会不会你要看的话是那个投资方面的那个潜能嘛？我们这里的话，只能说的是在这个市区啊，这个 CBD 这个办公的地方，它继续还会维持在一个吸引人的一个价位，因为如果我们以价位来说的话，有很多其中央区以外，就刚才我说大中华的市宅，它的市价是2000亿平均。如果你看到的是说其他中央区平均市价2300，而且你能找到在这个市中心，或者在核心中央区的话，你也看到相同的那个价位的话，其实你不妨可以考虑，因为真的来说是很合理的。OK，这里他就跟我做了一下的一个，让我了解说驻地就是价格低位的意思。核心中央区像刚才我就说了，核心中央区现在其实有很多项目的那个价格，甚至是现房的价格，其实都是挺合理的。比如说，有些在核心中央区的那个项目的价格啦，就是可能平均大概2500、2600这样的一个价位，而且他们的产权都是永久的。所以，你如果去到刚才我说的一些其他中央区或者是中央区以外的话，他们的产权是99年。如果你这样做一个比较的话，那核心中央区的那个价格其实是很吸引人的，因为它的是产权就是永久的，而且价位又跟其他的地方差距不是来的这么大，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很多投资者在第一和第二季度的时候，他们把很多目光转向核心中央区，所以核心中央区，它在第一跟第二季度的时候，它的占比，整个市场的那个交易量占比其实是一直在上升的，
所以就其实就是很有远见的投资者已经是把发现到核心专区其实的价位特别特别的吸引人，所以就把他们的钱投资在那里。我现在的时间不是来这么多，我就回答多一个问题了。如果我无法回答的话，你就可以问一下你的何等的中介，让他们和你进一步的分析啦。我现在就是来谈到说，在这里有问题说，现在的买家大多数是本地人还是外国人？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其实新加坡的市场大多数的时候还是有本地人来支持的，在大概第一跟第二季度说，80%的买家都是本地人，外国买家的话，其实维持在一个4%、5%的一个水平。虽然说对外边境开放，外国人会回来，可是总的来说，今年我们要看今年能推出的一个项目，很多都是在中央区以外。中央区以外的话，你就是说在可能主屋区之类的，那边如果说主屋提升者很多都是本地人，所以他们进入市场来买的时候，他就形成这样的一个需求，它的涨幅又比较大。然后就算外国人进来市场，它也有一定的涨幅的时候，这两方面磨合在一起我们来看的话，新加坡人买房整个占比还是会维持在80%，外国人维持在一个5%的一个水平，所以这两个。两种买家，他们买房的时候考虑其实是不一样的。我来说的话，如果你是本地人，你如果是这个主屋提升者，你买房的时候，你绝大部分的时候买在你现有居住的一个地方，因为你对那边那个小区熟嘛，你不可能说你从这个小区搬去另外一个区，因为你熟悉是一方面，可能你。在这里的话，还有你的朋友，你的孩子就在这里附近的学校上学。你如果从这里搬去另外更远的地方，那你的小孩怎么办？你小孩的朋友，你的朋友也怎么办？都大家就像这方面就拆散了。所以很多人买房的时候还是会买回他现在居住的一个地方，不会很大的一个情况说从。东搬到西，从南搬到北，这样一个情况发生。他们搬的话，最多可能搬到隔几条街的另外一个小区，可是还是一样会集中在同样一个地方。可是如果说外国人买的话，外国人买他们的看的会稍微会不一样一些，因为他们如果是比如说高净值人士嘛，他们买房，他们也不一定说整套房他会。一年365天都居住在那里，他可能是在这里有业务，在区域有业务，所以他就回到新加坡的时候，他才去他买的房子那边住，所以他寻求的那个买房的那个地点是要市中心的地点就是可能在中央区之类，所以他去他的办公室或者其他的方面都很方便。如果他需要和一些生意上的伙伴或者是朋友有一些交流的话，请他们来他家。当然这方面他买比较体面的一些房子的话，通常都是在核心中央区，所以他们这方面的不同的考量，就是在最大的就是区别就是本地人会买回他们现在住的小区的周边，可是外国人买的话。通常会进入核心中央区，或者比较叫适中的一个地点。所以非常大欢谢谢大家参与今晚的和登集团的线上活动。下一次的线上活动就是会在3个月以后，就大概是11月份左右，我会和大家分享第三季度的那个房地产市场。到时候再见。大家晚上拜拜，晚上好，拜拜。